吴奇隆可以说是一代人心中的男神，曾经作为小虎队的一员，他火遍亚洲，即使人到中年，他凭借着《步步惊心》中的四阿哥一角再次圈粉无数，并与剧中的女主角刘诗诗因戏生情结婚生子。不过这段婚姻不仅没被网友们看好，还时常遭到吴奇隆前妻马雅舒的诋毁，毕竟两人曾经在一起9年，却一直没有孩子。离婚之后，马雅舒就嫁给了一位外国人，马上就生了一儿一女，所以在此之后就一直抨击吴奇隆没有生育能力。但后来刘诗诗为吴奇隆成功诞下孩子，谣言最终不攻自破了。近期吴奇隆的前妻马雅舒又爆出惊人言论，直言不用羡慕刘诗诗与吴奇隆的幸福婚姻，因为吴奇隆的家人都是吸血鬼。面对这样的言论，刘诗诗一如既往的一样的选择了安静下来，没有正面回应马雅舒的言论，只剩下马雅舒一人如跳梁小丑般的在网络上蹦跶，无人理会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点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